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赖老师。现在我们继续玩《返校》这款游戏。上一集我们在老师的教室播了110跟119没有用，然后解除一个10点的成就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游戏啦。禁止进入！靠腰，你不要吓我啦！干！好，不能四目相交，所以要这样子。然后等到俯身的时候按丙烯。他可能在吸什么吧？然后等他走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走，快走走。提高警觉，眼镜。阻挡劫色 ，OK。哦，一开始来这么猛的，谁受得了啊？音乐教室，好黑的音乐教室哦。这什么是广播室？先去广播室好了，不要吓我！我靠腰嘞，这个超小。左边是什么？一棵树破墙长出，枝叶包围了整个房间，门窗也被苔藓占据。桌上有一台机台广播设备，音箱发出细小的杂音，仿佛有人低语着。使用标准是卡带，夹式录音机，平常是用来做校内广播的。电源是接通的，有卡带就能播放吧？我现在没有。这应该是用来切换曲目的。通常每个卡带都要录的四首曲子。这个嘞？对，一样。不过现在没有卡带，不能放。好，走吧。还是要先去顶楼啊，就是拿钥匙的那个顶楼。靠腰，又是你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来干嘛？哦。雷七哦，你这很闲欸，嬉皮嬉哦，滚啊你！我都快不行了，你看我没气的吗？好阴森哦，这里。现在每学期都有排定音乐课，但通常都被用来测验考试。没错，没错，大家都不重视音乐才艺，太过分了。身为一个音乐人的我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布莱希尔，里头关着一只布莱希尔，头上套着毛布袋，之前也没看过这种造型。为什么要套毛布袋呢？可以把它拿起来吗？我一开要被吓到了。哇，有钢琴，那是要干嘛？哇，它的黑键不能点，只能点白键。哎，大家知道躲在哪里吗？躲在这里。可声音好像不准。然后有血迹，可能是按血迹的方向吧。好，你大家听吗？哆嘞发嗦西，是他手指按这个吗？咪嗦
么这个音不见了？可能要找个激光才能过来吧。好，可能还不是时候。哦，又是你。身上有狐臭哦，你竟然没有感觉，我都一个月没洗澡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可能我们这边逛完应该，等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就去另外一边红楼的顶头吧。为什么会自动走路？所以我刚刚从哪边出来的？这边嘛，然后这可以走出去。那另外一边呢？哦，是另外一边哦。他绕一圈啊，对，绕一圈过来的。哦，手给子呢？好，我们先走个档。手给子呢？我想说还要走回去，累死了。我们先走去外面看看。真的？啊！你怎么用完这个身体越冷了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就去顶楼看一下。我们先走到外面。声音真的，音效真的很毛骨悚然。OK， 这个是布莱戏的表演的那个台子，野台戏，我们就是这个。我怎么做成这样啊？戏台上有张假手，是要摆出什么戏曲的内容吗？我不知道这个自工团队知不知道，有人懂不懂布莱希的文化？说摆到上面，我不知道是要求救的意思还是怎么样。但是，就我现在目前的理解是说，手伸上去是为了要套出木偶，所以说我们可能要找出两只木偶给他们带着。我觉得啦，这个景象似乎是故意在提醒我，真的有没有？一只，然后重听歌，两只手不知道是干嘛的意思，干！我以为你还要被吓到，还好没有。那左边呢？在外面好像不会有鬼怪，欸，有啦，有鬼怪，完了就是了。这个树好像哪里见过哈，好像有东西插在树洞里。哦，录音带。在树王宫底下取得的卡夹式卡带，通常有四首曲子。这个卡带上写的“禁播”，看来里头录了被管制的内容。好，通常拿东西走过去都有事情发生。要再看一次吗？先回去存档吧，然后我们先去顶楼看，看完之后再回去那个播放录音机的地方，可以捡地上的布袋戏偶吗？啊，说到布袋戏，就是我的频道一开始录游戏是《圣石传说》，也就是只是霹雳布袋戏，
这个风格差太多了吧。肚子好痛、哦、我弄肚子痛。这个就这个门顶楼钥匙，有人，大家看到吗？哎，他要去了。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刚没看清楚。你不要飞上来哦，你跳下去没关系，你不要飞上来。沾血的胶卷，胶卷是在哪一楼？忘记了，二楼吗？我不敢拿下去扑啦。跳下去的意思是什么？刚刚那是我吗？不是我啦，是方瑞欣吗？不是女主角。哇，不管，我已经存档。我这个人熟到要死啊！拜托，因为这一楼最安全的。别这样，游戏真的红起来，我现在问周遭的朋友，他们都知道这款游戏。你们真的做得太成功了，先给你们一个鼓励，棒棒。等一下录完这几集，我要去看国外 YouTube， 看布莱希的反应会是什么。遇到鬼差吗？好，你去吧。看一下这边写什么，在红楼顶端取得的放映胶卷，上面沾着斑斑的血迹，这样可以播吗？播不了吧？骗我，不是个学工程啊！不晓得这个胶卷里面有什么内容。干你老师哎、欸！去另外一边看。Oh no! Oh no! 吓我一跳，好像什么恐怖画面呢？025121，这什么？好，我把它记下来。这应该是打电话的号码吧？0251。我们先点一看看好了。不行，不能点。未通庭之墓。好，所以要自己记就对了。我写下025025，然后嘞。1 2 1，好，025121，走吧。那鬼差不见了，先拨电话。你可以顺便成长。
看一下哦，不要吓人的东西哦。这种女主角的那个样子才是很有点可怕。好，打吧，025121，会打完就会吓很多画面。一，方同学，国家感谢你的协助。只剩下挂上的嘟嘟声。干嘛？干嘛？又是你！哎！吓到我！吓死我了！他刚才写放空写国家感谢你的协助，所以然后黑板上面出现吊杯啊。是指方瑞鑫吗？现在可以出去吗？哎、欸，军警造型的戏偶，在走廊捡到一个布袋戏偶，是军警装的造型，手中还握着一柄枪。好，先存档，先回去存档，先回去存档。我们直接走另外一边比较快。其实这个红楼的这个建筑物啊，在我念研究所的学校里面也有一个类似的东西。那我研究所的学校它已经创校了一百年了，所以把红楼这个建筑物也把它保留下来，但是是一小栋啦。可是在外面的舞台上面有两只手，所以应该要找两只木偶才对。我先去另外一边，然后播那个录音带。哎，靠腰杀小了，现在杀小了，太暗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哇，进不去哦，糟糕！不要啦！我就出去会被吓。好嘞，干你老师哎！干他妈哎！吓死我了！等一下，我跟我等他了，我要去播放室啊！啊，干你老子鸡巴嘞！啊，烦呢、欸！好了，小第一，国民健康操，两手叉腰。哦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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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七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哦，我记得我以前最小的时候好像有跳过幼稚园吧。二三四五六，另外叫停。
还要听吗？啊，它渐小，越来越小声了。好，换。报告，现在是中原飘出时间，半点四十五分钟。是呀、上同学是八点准时上课哦。你晚几点钟都才来啊？你是要读什么书啊？你啊？看老师，你要叫我读什么书，要我就读什么书讲。应该没了吧？嗯，没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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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钢琴声音代表应该是那个另外音乐教室要弹的音符。奇怪，卡住了吗？哦，没听到第一首在播什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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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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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哦，他一起播就对了。妈的，这个开关！妈的，吓死我了！好，所以我们拿到第二支布袋戏，就是这一支的。好，那放在野台戏外面应该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这边没有播？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哦，噔噔噔噔，可以从头吗？噔噔噔噔。再去过去听一次。好，我大概知道，我刚刚弹哆开始啊，应该不是，是瑞开始。教室魔术发出金属声响，干你娘！哎，拍差小啦。
子打开了，里头是一个套着布袋的戏偶。靠腰，拿错了，按住。拿出来。吓我一跳！一只扭树的断手，指纹都被磨光了。王八蛋！回去存档，气死！哦，哥，别再吓人了吗？尿都快出来了。先存档。我看一下布偶这个，头套着布袋的戏偶，在音乐教室中取得的布袋戏偶，头上套着麻布袋，吊带中有种亲切的感觉，吊带中有种亲切的感觉。OK OK， 好，所以我预想的没错，就是外面野台戏的那两只假手，应该就是要放两个布袋戏偶的。在下午了，可是放的顺序要放哪里啊？随便放吗？这不是这样用的，有差吗？放哪边还不是一样？有个钥匙出来。哦，蟹的头被打碎了，倒地中枪的模样，渗出来的是血吗？为什么要给我看这种杀人的戏码？没想到那把枪是真的会射出子弹，还闻得到火药的气味，会不会出来又被吓了？我不要看，地下室钥匙，地下室钥匙，哦，就是那个厚重的门嘛。用银色的钥匙，上面长满了铜样，铜绿用来打开红楼地下室的后洞大门。好，离开。OK， 没有吓人的戏码。好，这是那个厚重的大门吗？好，我先去存个档。好。我们继续，我刚存完档了，好，我们去开楼下那个门吧。天气冷，我这款游戏实在是，感觉这些人都是被处死的嘛，不知道是，就是以前好像不能结党成社，是不是？然后被告密，然后被抓起来枪毙吧。刚才那个戏偶的表达应该就是这个意思。我猜的啦，我猜的。好，就这个门。好，上面长满了铜绿，用来打开红楼地下室的后送大门。开，后开又被吓到了。哦，好可怕哦。
魏仲廷，谢谢你帮这个忙。既然是学姐的请托，我当然义不容辞。倒是有点不好意思，让你特地跑到我教室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不会，反正我们班都在自习，你去了被看见，反而麻烦。这是他们，等一下，我和你见面的事，没人知道吧？报告学姐，绝对没有。这书单真的很敏感，学姐请务必小心。哦，嗯，谢谢提醒。我知道看这些书可能会带来麻烦，但求知应该是一种自由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学姐这论点我完全同意。其实殷老师也会讲过这样的话，觉得学姐和老师一样是有勇气和才华的女性，但是很显然的，在我们序章，对魏仲廷跟方瑞欣应该是第一次见面才对，但是真是像出现的画面，感觉是他们之前就已经认识了，很奇怪，我怎么敢和他比？人家可是老校长的千金，书香世家呢。不会啦，老师对学姐的文笔，盛赞有加。我记得他还讲过一句话，称赞学姐：虽无飞，飞必冲天；虽无名，名必惊人。哎，这句话不是在之前第一章的时候，刻在魏仲廷的桌子上面写的字吗？他真的这么说？哎，问你的问题，我常看到殷老师和张老师在聊，你知道他们的关系吗？开哦，开哦，没了。我家楼下有小孩子在玩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是有声音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家的小朋友是哦，那个叫成这样。魏仲廷留下的牛皮纸袋，读书会书单，为什么是一个？我是如此弱小，但你会说我可握笔如枪。读书会书单为什么是一把枪？只要使用得当，就是白纸黑字也有杀伤力。这将用来消灭我的敌人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这是魏仲廷的教室吗？哎。现在有没有吓人的戏码了吧？提高警觉。镜子的感觉，不要再给我看镜子了，感觉我被吓死、欸。干，超小啦。这不是殷老师吗？那里面那个人呢？殷老师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老师为逃课关闭的学生总是特别挂心的。记得自己做了什么吗？你看里面的镜子是反映到他，可是那个身形不像殷老师的身形。什么？忘记了。还是害怕想起来，你一张白纸黑字而已，不是吗？结果我死，他也死了，许多同学都死了，是你吗？不用作祟，想把我逼疯，有时跌倒了，是再也爬不起来的，还敢讲，这些都是你，是你破坏了一切，有问题的话。怎么不先和老师讨论呢？
闭着，这样你消失就够了。哦，所以镜子是讲他枪毙了殷老师，只要你消失就没事了。然后镜子睡了一地。我走回去看一下，我走回去看一下，可以走回去吗？我走回去看看。哦，不行不行，看起来这张应该结束了。你这是第二张吗？应该第二张。所以是方瑞欣枪毙了老师。这又是……很好奇外国人看到这个会有什么反应啊？超好奇的。威灵海内、城隍爷，妈不管家里大小事都会来问你，我很不喜欢那样。然而有些问题是我只能求教于神明。心中默祷，双手合十，纸杯提问。信方信你方瑞欣在此，请城隍爷。这会影响结局吗？好，感情在这边我感受不到他问什么感情，感觉是家庭跟前途其中一个。好，我问家庭好了。父母争吵，貌合神离，能否请求复合？靠腰，笑杯就是不答应的意思，不同意。破镜难圆，覆水难收，是吧？但那是我的家人啊，不管是妈还是那个人，曾经都是那么的开心，每天有说有笑。那么再问陈王爷，哦，可以一直问的，对？那前途？能否独善其身，从自己心走自己的路？不行，所以面对世事只能欣然接纳，逆来顺受。其实然后等待，等到遥遥无期，我还有选择吗？其实问神明固然是一个为求心灵的方法，但是当你已经做了决定，当你问神明之后指出不同意的做法，你都会想到坏的是心情那边，就是往不好的地方想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直接往你想做的去做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问感情，能否心仪之人共组家庭，平凡度日？也是银杯，此事不可，不宜求之。我以为只是寻常等的卑微请求，你真是残忍。是我的请求太固了吗？我现实是这般苦涩，还是一切都因为我？喂，对，一切都因为你，靠腰。所以都是因为我。青春毫无选择，在家与学校的挤压之中消磨流逝，我成了牢笼里的旋转木马，带着悲喜交错的心情心绪，走的磨班不断奔驰。哦，这集也大概有40分钟了，我现在没办法存档，所以我只能一直走下去。什么声音啊？哦，录音机的声音。哦，终于可以存档了。
好，我们这集到底记错了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收音机。收音机，看来房里的杂音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总动频率或许可以听见什么？怎么转啊？对不起。房间的气氛改变了。哎。好吧，我先转回去，我想回刚才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这边。好，喜欢频道的话，到我的右下角有一个小图案，可以按一个订阅；，跟左下角这个红色框按下订阅，追踪最新消息。那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按的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那谢谢大家会喜欢这款反向游戏啦，谢谢大家这集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